各位评审好，我们题目是正视面体上均衡点的探讨。那起初我们是看到全国科展有一篇多边形上均衡点的探讨，那他们其中一个研究题目是在一个正三角形的广场里面平均分散的游客，那三角形的边上有两点摊板，那顾客只会往自己距离近的摊贩购买，那他们并不知道彼此的位置在哪里，他们要站在哪里才是对他们最好。那我们觉得这一题很有趣，我们将它推广至空间中，也就是说在一个正视面体上有两点摊贩，那摊贩并不知道彼此的位置在哪里，他们要站在哪里才会是对他们最好。那我们的研究目的，名词定义与解释，或立体积，讲体积之前先讲面积会比较好。以图二为例，那 PQ 两点的中垂线所分割后的面积呢，紫色这一块就是靠近 P 的或它的 P 点的获利面积，那蓝色这就是 Q 点的获利面积。那在正视面体里的话，就是以 PQ 两点的 PQ 线段的中垂面所分割后，蓝色这一块、紫色这一块就是 P 点的获利体积，红色这一块就是 Q 点的获利体积。那获利体积函数就是在一个正视面体上有两点，那我们将靠近 P 的体积函数定义为 VPMN。 那均衡点就是当我们把 Q 点，我们先把 Q 点固定中， P 点往任意方向移动后都不会增加它的体积的话，我们就称 P 点原来的位置称为均衡点。那研究问题，我们为了要讨论均衡点的位置所以我们要求出 PQ 中垂面分割后靠近 P 的体积。那第二点就是我们在研究时发现它的结痕有可能是三角形，也有可能是四边形，我们为了要讨论，那我们要讨论它结痕形状的变化。第三个就是我们要找出正视面体的均衡点。那研究过程及方法，这里是我们研究设备及器材。我们的研究流程是，我们先将PQ 位置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 PQ 在一个三角形 PQ 在三角形的边上，也就是OA OB 上。那第二部我们称它为，我们将它称为 Type 1。 那第二部分就是 PQ 两点在正视面体的歪斜两边，也就是在 PQ 在 OABC 上，那也就是我们的 Type 2。 那我们先将正视面体坐标化，我们将正视面体的重心摆在原点上，如图3。那我发现这个坐标并不利于我们的计算，所以我们后来再将正视面体放在正立方体里面，如图4。那我们发现它的结痕有三角形、四边形之后，我们为了要讨论它结痕形状的变化，我们将 OA、OB、BC 各分为十等份。然后十等份，我们做了一个程式，然后将它们十等份之后得到了图7、图8、图9这三种情况，并且我们把它们结合的形状变化打入到表中，如表1、表2。那蓝色三角形就是像图7是靠近 P 的体积，那红色就是图8，那绿色就是图9，截面为四边形的。那我们再将它相对应的体积求出来之后，打入表3、表4。那再把这些数值输入进空间坐标系里面，得到图10、图11。那研究结果，首先我们先谈结痕形状。那为什么在表一同样是蓝色三角形的，我们在表5时却把它分为黄色底色与蓝色底色呢？是因为黄色底色的是以 O 点出发的三个向量所组成的三角锥，那蓝色底色的则是以 A 点出发的向量所组成的。那红色三角形的也是一样，这边我们也分成橘色底色与紫色底色，那一个是以 O 点出发的，一个是以 A 点出发的向量。那我们现在接下来只要有了焦点就可以求出它的体积，那所以我们先求出了中垂面方程式 Pi1， 之后我们再将六条直线的方程式与 Pi1 联立之后得到六个焦点，分别是 EFG 在 OA、OB、OC 上，那 RST 在 AB、BC、CA 上。那在这边值得一提的是，起初我们在研究时发现它们焦点会随意移动，也就是 E 点有时会在 OA 上，有时会在 OB 上，所以我们做了一个 coding table 来固定它们。那这边是我们的
体积函数，那这是函数图形，那泰勒兔也是同理，也是跟与泰伯曼同理。接着是结恒形状的变化，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当结恒改变时，中层面会通过四个顶点，所以我们将 A、B、C 又带入中层面方程式派1、派2，分别得到会有泰伯曼会有两组双曲线，然后两个两项交叉线，然后 type 2都是双曲线。然后再来是均衡点的探讨，我们把每个体积函数在 n 偏微后找到一组均衡点，就是在 type 1，当 m 跟 n 都等于，我说到 m 跟 n 都等于四分之五的时候，会有一组均衡点，然后我们将 P 点固定，然后 Q 点的位置会分为四个部分。然后这里的证明以 K3 为例，我们设 P' 是 P 点往两边移动，然后找出 P' 的体积后，发现它会都不会比它原本的体积还要大，所以我们证明 P 点的体积就是P 点的体积会是最大，所以 P 点。还是均衡点。五讨论，我们想要在泰伯与泰伯兔中各找出一个函数来代表它的 VP 体积函数。那我们观察图时图形发现它是双曲抛物面，所以我们用最小平方法来找到它的泰伯与泰伯兔的体积函数。那它的全子距离平方和有最小值，它们的误差都在 0.01 附近。那我们观察表示它发现它有点像双曲线，所以我们把它数值拿掉，行距调整为一，可以得到图15，然后图15再带入这边会得到，再带入这四个方程式会得到 type 2的边界函数，边界函数再打入 GGB 中会得到图18，那图18再带入这五个函数会得到图19这个图。那我们发现，那我们就在猜泰伯曼可以会有同样的结果，所以我们把表3的数值拿掉，行距调整为一，会得到图14。那图14再带入这四个方程式，会得到泰伯曼的边界函数，边界函数再打入 GGB 会得到图16，图16再带入这些函数中，可以得到图17。那图17跟图19就是它正确的曲面方程，曲面图形。我问你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是从实用性来讲，就是